今天早上起来称是104斤，想学一些做饭，可以当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人，或者当我是一个可以送我吃的人。哇，这个还挺厉害的，所有人见到我就给我塞吃的，还挺厉害的。Hello， 头条新闻官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华晨宇。超能力啊，启蒙男用超能力当然是飞，瞬间移动。哎，其实有瞬间移动就不用飞了。哦，我今年那个斗牛设计出来效果真的挺厉害的。我还要怎么进呢？再进人就钻火圈，钻火圈，钻火圈。哦，我演唱会抢票真的啊！如果再抢不到，再抢不到我就再加一场，再抢一次。